个是这个。这个是招牌。我觉得这豆浆很恰，因为它是用粉泡的，这个大概80分像我觉得很 OK， 推荐你们去买。现在是早上6点，我干嘛这么早起？因为我要写论文，我在寂寞。但是我现在想要跟你们一起开箱，因为现在才有太阳，然后我等太阳等超久，现在4月，然后每天都超级冷，我还是穿羽绒衣出门。之前有人说爱丁堡到6月都是穿人，因为害。那羽绒衣我还不信，我现在相信了，因为现在就是我还是会戴毛帽出去。我们来开箱，第一个是这个。那一天我跟 Poco 要一起去买衣服，然后你们知道就是英国衣服多难买吗？超难买，根本买不到。我跟 Poco 都是160以下的女生，我们根本就买不到。然后每一件裤子都超级长，然后每一件衣服，因为他们的就是 V 领都超级 V， 就是对。所以就超级难买。如果你们是要来留学的话，你们千万就是直接把你们的衣服买好。总而言之呢，又逛到超级无敌累，后来呢就直接转战化妆品。哇，化妆品真的好开心哦！可能是他的一个组合，粉底液、妆前乳、刷子跟亮肌霜。这样的组合呢是50磅，现在的特价是你只要满50磅就会送10磅的点数。我就是学生，然后学生又再打9折，好棒！就是双头的，妆前乳，反正就是对，只是想分享啦，我也不是很厉害的介绍化妆品的人。我买的是12，因为我有点黑，所以呢，就是我的色号应该是没办法作为参考。好烂的介绍，鸭头。拆鸭头，好了，它就是个鸭头，然后它就是装这个。好，我现在来装。啊，然后它这个是它这个，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然后不盖盖子。哎，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公关品。超酷的，我跟你讲真的超级酷，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也会被，那就是我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开箱就对了，太酷了。这里是一个饰品品牌，叫做 Anna Luisa。 我其实原本是不知道这个品牌的，人家来跟我接洽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有饰品品牌是可以做到环保跟永续的。他们家的材质基本上都是采用可以再生的，还蛮酷的，所以可以推荐给你们。打开的话呢，它的饰品是用这种布的袋子装的，它有
红色的跟蓝色的，这个商品呢都是我从他们的官网自己选的，但是呢我已经忘记我选什么了。现在看这个红色的袋子，它是一个戒指，做的蛮有设计感的，材质呢是 cubic zirconia 方晶锆石，它会在阳光照射下会有不一样的亮度，好可爱哦。手链的部分呢，它是中间有一排这个钻，可以调节长度。是谁可以像我一样记忆这么短暂啊？可以一起买哎、欸，超级搭配！你们看，搭配哎、欸，我哎、欸，中间有一个 V， 戴起来的话会靠近锁骨的位置。我真的觉得跟前面的饰品都非常的搭。下来的优惠是有一个 Amy 的专属网址，哇，好酷哦！你进去的话全官网都有折扣，我是不会拿到返利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但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支持。Chatting in a coffee shop Sitting by the windowsill Walking down 8th Avenue with youOur fingers touching the light You pull back blushing delight Call me when you get back home Meet me at Manhattan Henge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 I'll be waiting 今天的行程原本没有很满，但是现在突然超级无敌满，我要跟我的论文 supervisor 有第一次的 meeting， 有点紧张，因为就是要看我写超烂的 proposal， 就觉得很烦。我的 deliver 物的优惠要到期，我真的很在乎这个优惠，是因为这个折扣是10磅，折扣还是我登入新的账号才有的。等一下来订，人生第一次在英国订外送。后来我买了两个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很喜欢在外面买拉面欸，因为我真的是煮不出来拉面它那个味道，然后因为还要满15磅才能够用那个10磅的优惠，我想说买一个章鱼烧6磅就不太划算，所以我买了两个面。我买的是这个是招牌，然后另外一个是有鸡肉串的，这个应该是，对，应该是吧，是有点冷，就刚好加热，所以可以用高丽菜。Meet me at Manhattan Henge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Meet me when the stars align Meet me when the earth defies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Chatting in a coffee shop Sitting by the windowsill Walking down 8th Avenue with you全部缺货，耶、yeah! ！我好久没看到米了，我好开心。这么吃中心米，就是这么贵。With you in sunset lights, yeah.
家问我，我在这里一起说。如果你是要来英国留学的话，基本上在台湾都会先拿到 GiftGap 的网卡。那 GiftGap 的话，我只是觉得在有些时候它没有那么稳，所以就换到 Voxy。Voxy 目前使用起来，因为它有 5G， 但是它也比较贵，觉得还蛮不错的。A few moments later.Beneath your voice and your whisper